夫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用午膳吧。吃饭啊？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。我不吃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少主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，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，您可也跟他碰面，您得去。嗯，突然肚子疼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。肚子疼，肚子疼您得去。你快起来吧！啊，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真的是不想去。不去。侧夫人，少主请您过去一趟。 下个月宫里会生是非，得小心一些。如果有请托的人找到你，最好不要见，立刻不能收。少主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。不然呢？少主是为了处理户政司的事儿，怕有小人钻空子，所以想防患于未然。下个月。 从单川回来，你好像一直躲着我。熊啊！李薇，啊！我若是做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，请直接告诉我。没有，没有，少主想多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嗯。 给六少主、六侧夫人请安，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，送姑娘可是身体有恙，为何多日未去敬贺殿问安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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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如今都已是秋天了。九文钱，我的。这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呀！宋姑娘，少主回来了，命我把您放出来。一个月了，郑哥哥终于想起我了。不，他心里总归还是记挂我的。我要去见他。哎，宋姑娘，稳重些。现在侧夫人正在被少主用膳，你去了多尴尬呀。老苏，你就去了一趟单川，你就被那个女人收买了？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侧夫人人真挺好的。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
我没事儿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东家相处。你又得罪六少主了？不是，是六少主对他图谋不轨。啊？不行不行，既然他都忘了，我也要忘了才行。父亲下令节省开支，尤其对我委以重任，嘱咐我千万不要铺张浪费。我虽然在宫外有很多钱，可我却要坚决杜绝奢靡之风，绝对不能输给其他兄弟。冠冕堂皇，明明是新川主不允许他把外头的钱带进来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呀！你们身为我的内院夫人，一定要严守规章，认真履行侍奉我的职责，让我放心，就是让新川宽心，让天下安心。我怎么感觉他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？从此刻开始，你们的月钱没了。我的母亲是金川人，我也就是半个金川人，所以我更应该拿出金川人永争上游的气势。其他兄弟省一文钱，我就要省十文。从今日起，我要将每个月的月钱都交给内务厅，我们以后每月只花50两银子。怎么还没劈死他？画好了吗？翠回来迟了，今天下雪之后耽搁了一会儿。回来晚了就别吃了。今日主上将归还金川欠款的任务交给了老六。是谁跟我说，主上定会满意我的法子？妾不敢妄议朝政，是少主说，夫人的母家可以帮着把金川。还敢顶嘴了是不是？妾不敢。我说过，在这个府上，所有人都要以我为主。主子说的对是对，错也是对。你们要想在这府上还有一席之地，就都给我记清楚了。此事和我母家有何关系啊？也没什么，本来就是想用你母家的矿平了欠金川的欠款，后来主上不想让戴川卷入其中，也就算了。可是少主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难道你不觉得需要和我分说明白吗？这有什么可说的？这事情又没成，跟你说什么？你呀，管好府上的事吧。府上有令，要削减开支。好家，你今晚就不必用膳了。饿上一饿，你就知道是谁给你饭吃，也会更恭顺些。好酒。今日起，内院书堂也要削减开支，筵席插花便合用一份。先将自己心中花的样子画下来吧。我好饿呀！我也饿了。你没吃早饭吗？我也没有吃。怎么了？你家伙食也不行了？还不都是削减开支闹的，现在各家小院都是自己开灶，赵芳如是代川人，喜欢吃的东西又臭又辣的。我那个房间里一大早上起来，又是臭豆腐又是螺蛳粉，那味儿就跟茅房似的。螺蛳粉臭豆腐我没吃过。哎，你想吃？你想吃的话
那我去给你弄来。谢谢郝家姐姐。从赵芳蓉那儿偷的，赶紧吃吧。红星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果然臭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啊。嗯。嗯，多吃点儿。谢谢。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么臭的东西？上次你跟我说，除了螺蛳粉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来着？臭豆腐。哦，臭豆腐，那我也想吃。下次给你带。嗯。夫人，你闻。味道就是从这个方向飘过来的，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小蹄子，竟然敢偷我的东西，走。伙食不错吧？嗯，还行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郝江。你胆子不小啊，竟然敢觊觎我的东西。夫人，对不起，二少夫人，是我贪吃，我让郝家去偷的，我逼他的，不跟他的事儿。哦，不不不，确实是我偷拿的，您不要怪罪李薇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哼，少跟我在这儿演姐妹情深了，我不吃这套。怎么？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站着，还不赶紧给我吃完了。嗯，一不留神就。你当真爱吃？爱吃。听闻夫人是代川的，家中有许多代川的特色，又听说这螺蛳粉闻着臭，吃着可香了，我心生歹念就。对不起，夫人。鲜少有人会欣赏这等佳品。就你，也配吃我爱吃的东西？行吧，我看这次姑且就饶了你们。先起来吧。不过如果下次再犯的话，可就家规处置了。走吧。鸡腿儿，如假包换，还有更惊喜的，你看。上官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啊，吃完你就正常练武，再也不用闭谷挨饿了。这有我呢啊。嗯，哼，这从哪儿来的？这都不重要，就当点东西。你尝这个鸡腿的鸡味特别香，你尝一口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你尝尝鸡腿，我都没舍得吃。你先吃一口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，香。鸡腿凉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把你的文房四宝、书卷字画全都给当了？就算月银减少了，那也不至于吃不起饭啊。不是，你这些东西平时我也不怎么用啊，你放着都落灰了，拿着换点钱吧，不然。你吃啥呢？对不对？尝尝，可好吃了，老香了。你尝一下。啊！哎，我干嘛去？哎呀，凉了！这，你这，我宝贝呢？宝贝？哎呀呀！你把我宝贝也给我当了！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？算了算了，这样我回头想个办法，我给他赎回来，我赎回来好不好？别别！赎你个头！
近还有这样厉害的鱼。是啊，种菜真是刻在继承人骨子里的吧。李薇，你的狗跑到我院子里偷吃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好它。一句对不起就没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样吗？你的伙食费分我一半。一半？那不行，我都没多少，我还得养它呢。要不这菜种出来我分你一半。你这菜都是菜苗，等到能吃金川的钱都还上了吧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芽苗菜长出只需要七日，破菌长出也就几日，还有那个小白菜长出也就那日，多施肥它会长得更快。七成成交。侧夫人，你怎生这般让着他呀？哎呀，我哄他的，这少吵一架是一架嘛。况且她一个城里的小姑娘，哪知道这菜地里能种出多少来，我给她三成还是七成她都不知道。哦，好聪明吧。大夫，郑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李薇少主，我弄了个菜地，这可是违背宫里规制的呀，这菜地若是被发现，我们全都得跟着遭殃。你都拿我东西了，怎么还打小报告呢？我可没有跟你同流合污啊。此事是我准许的，若内务厅觉得不合适，让他们来找我吧。张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纵他？这也并非坏事，还可以改善生活呢。尹章，你偏心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。你们去单川的时候吃香喝辣、游山玩水，把我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面关禁闭。小孩子耍脾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他吧。你不躲着我了？我忘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不生我气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。少主还在为药账的事情发愁。是啊。这药债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我们家以前问别人借过钱，也借钱给别人过。有些人呢，就是脸皮厚，不肯还钱。特别是那些陈年旧账。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，除非你比别人更无耻、更狠心、更懂水墨功夫，这才有可能要到。你的意思是，对方赖账，你就要比他更无赖？面子厚不读书，行起事来便像是讨债的，这倒也有人选。三少主。但请动他可不一样，得把他逼到头才行。可否请你帮我个忙？我？来，吃饭吧。开支，宫里给定的分例都是有数的呀。你们这样的话，这把这个月的余粮都拿光了呀。拿光就拿光呗，姐妹们难得进宫，不得多吃点啊？就是，姐妹们吃得开心才是正经事儿。姐妹们。
韩剧《我家厨房》烤只羊给大家助助兴。烤只是羊啊，我们把能烤的都给它烤了。那我们再看《呼呼酒》。好。少主，这怕是把厨房的肉都给搬空了呀。你把月银上交了，宫外的钱又带不进来，这样下去，怕是连三天都熬不过了。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哎，你听着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行了。当务之急，想把这赚钱为师给解决了。对，一定要解决。对。哎，少主，哎，少主，哎，少主，停住，停住。三少主，请用茶。这金川欠严一师啊，实在与新川关系重大，刻不容缓啊！我这回来找六弟呢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。若你我二人联手，定能一击之上，为新川分忧。三哥耳聪目明，想必也知道我保持父亲的计划了。计划？这是各部官员欠户政司的债务，以及他们的身家境况、特质系列，都在簿中。要债？没错。这个我擅长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三哥请，六弟请。这都知道你们杨家有钱，所欠银两也不多，不如咱们就把钱还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小爷我是谁？就连你们嫡长主见了我都得礼让三分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再说了，祖父当年欠下的旧账凭什么我来还？啊，对了，祖父呢，前年他过身了，你找他要去。钱呢，我是一文钱都不还，你打我呀！多谢杨老板，祝您得偿所愿，生意兴隆啊！我还钱还不行吗？不用，这就够了。哎，三少主，打死我也还钱。这么大岁数，有钱养小姑娘，还能没钱还，身子可不错呀。这是你父亲的欠条，应该在13年又6个月0.7天前就还上，足足35200亿。哎呀，没有了。刚才好像拿错了，这张是你。你应该在13年。又没有了。你既然这么喜欢吃，那我这还有。慢用。不是，六少主，您这是妥妥的伪造，还伪造了这么多，这可不是我父亲的手迹啊。那不成，只能上公堂了，看看他们是信你，还是信你。少主，这钱那是我父亲欠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看这不年不节的，你行这么大礼，你得给孩子，别跟我客气。你父亲借钱可是为了你娶亲之产，而且你店内流水我已经看过了，每个月足足有5万2亿，区区35000两，为何还不上？
醒了别想，你家三代账目我都已经看清楚，不然也不会当你的门堂。哎，大富大贵。啊，老刘啊，从前我确实不太喜欢你，现在看来你还有点本事。我与三哥彼此彼此。嗯，吃点东西再看吧。啊，多谢。少主这次好像真的很用心哎。若能解决此事，立下功劳，明年开春我便可以开府上朝了。真的？那我岂不是到时候就能回去了？来。哎，讨债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多亏你让杰奇姑娘进宫闹了一番，要不然很难请到三哥。嗯，但三少主是舍不得克扣他们的，不然他们早走了。可惜在新川女子难以谋生，如果他们离开三少主，也只能再嫁一轮了。要是在金川单川，女子能够自己谋生，也不必依附于其他人。若你回去也想寻些事情来做，之前不是说要再找心爱之人吗？六少主，别看我现在这样，我会的事情可多了，家里的田产也会帮着管。嗯，说不定日后盘个铺子做起生意了呢。再说，这心爱之人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在济川是一夫一妻之的，我在这儿连个正室都没混到，回去之后好的人家肯定是要讨论的。在济川为人测试还要被人诟病。嗯，在我们那儿不论男女，但凡有点气性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爱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新川有新川的规矩，没关系的，我和我的家人都不在意别人说什么。你回去以后若有难处，只管写信给我，只要你肯开口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到。啊，哦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，多谢少主。我吃饱了，少主您多吃点。你何时在的？小人一直都在啊。少主是不是不想侧夫人离开？我问你啊，新川可有心里将侧夫人扶正的？少主英明，这正是留下侧夫人的一个好办法呀。我是希望他能以正室的身份有合理。啊？
少主啊，您自小就没得到过些什么，便是一个心爱的人，也不为自己争取一下吗？若他心里有我，我定会尽力一试。但现在，我也不想勉强他。如果能以正式的身份与我和离的话，至少回到纪传，他能好过一些。先主时，十三少主曾改立过侧夫人。内务厅有载，他先让侧夫人在内院书堂考得头筹，得到资格，开府时便以需要女主人掌事为由，改立侧夫人为夫人的。所以只要我能开府，他又能拿得头筹的话，这事就有眉目。嗯。哎呀，少主啊，您若是将您的心意讲给侧夫人听，一定会打动她的呀。我听了您刚才那番话，都想嫁给您了，何况是旁的女子呢？这是为了我能顺利开府上朝，下一次内院书堂考试，请你考第一。可是臣妾做不到啊。你是认真的？是的。就没有商量的余地？没有。那为了你早日开府上朝，我试试。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功课，开始吧。天下花道，高低错了。真哥哥，要不再喝点粥？上三下九。请下中，你们干嘛呢？文书。这花插的，谁家插花放葱啊？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，也有几分野趣。真哥哥，这也太野了，这你都夸他？如果插葱也算插花的话，那你怎么不干脆把什么茄子、韭菜、辣椒全都插进去啊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这许多蔬菜都是开花的。谢谢宋先生。吃瓜子吗？怎么了，薇薇？没食欲啊？还入冬节课，陆少主让我拿个第一回去。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第一，这六少主平时不是挺实际的人吗？怎么突然拔苗助长？东家都开口说话，这苗我是拔也得拔，不拔也得拔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帮了他，可以早些离开。你要离开啊？去哪儿？离开这个书院呢？我就想拿了第一可以。不用天天来学堂了。哦，要不我们一起给你补习一下各门功课吧。哎，这恐怕是来不及了。眼下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交白卷弃考，这样不就好了？嗯，好方法，好方法。不行啊，这样交白卷你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我们巴不得考倒数第一呢，好让内务府记老三一个教内不严。就是，我们凭什么给那个死老三长脸？我倒数第一，你就倒数第二吧。我才倒数第一，好吧？哎，别急，论实力我才是倒数第一，都别跟我抢，没人给您抢，让给你啊。也有可能是我，我卷子都写不完。嗯，确实。嗯，粉色的。你要粉色的，你看这个吧。嗯，这个真好吃。这个。
下午去一，午上午，午上午，午上午进一，进一，这个午上午进一，午进一，六六，这算周课也太难了。刚学看账本，这算盘怎么用都用不会。你们老家不用珠算吗？老家那些账心算就行了。这个我上午进一，上一。来，你打一个，我看看。六上一，是这个吗？六上一，九进一，七上二，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你真厉害，什么都会。就是个算盘，没什么。才不是呢，你在我心中最厉害。为何心有恍惚，为何有。那少主既然这么聪明，这剩下的题你也帮我看看吧。行，我看看。休想拿好话夸我。少主变了，从前他很稳重，你不懂。男人就是善变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明白了。爱情会让一个人有变化。你俩听懂啊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躲避处。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底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三餐四季共度。哎呀，先主时期的遗债，你们兄弟俩倒是解决得很是不错。儿臣幸不辱命。此次追回的债务比预期的还要多，足以归还金川四成欠款。既如此，你二人同去一趟金川，说服金川主接受分批还款。父亲准我出宫了。老三啊，这可是差事，不是外出野游。儿子明白。这一千贯呢，姑会先派侍卫送往金川，让九川明白，我新川已归还欠款，绝不食言。你二人便轻装简行，押后再走，不得引人注目。是。是。说是只需几日就能长成，还真就收获了这么多。是啊，这下咱吃饭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一大半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这个给郝娇姐姐拿去。啊，这个就给上官，这个给思思，这个给海棠姐他们吧。这个给宋武，我们之前说好了给他七成，记得告诉他，说收成不好就请他海涵了。走。这小薇可真是个人才啊，那种的菜比内务厅发的还好吃。要不然说呢，关键时刻还是得姐妹靠谱。
那个死老三就知道顾着自己的面子，根本就不管我们死活。就是，就是。可真棒啊！三少主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我们不饿，你吃。不要这样，这样我会心疼的。没关系，少主您吃吧，不用管我们。看着饿的都打嗝了，你们真的是受苦啊。原来我还想过，你们是不是为了钱才跟着我？没想到如今这般落寞，你们不仅不离不弃，还把这菜都给我吃。双江，苦日子快到头了，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。这次追讨欠款，我立下汗马功劳，父亲已经准我出宫回府了。过几日我要去趟金川，大家就在家等我，待我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就又能团聚了。所以那三少主是要走了吗？对，不要太想我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这还没走呢就这么想我。来吃饭，吃饭。海棠，来吃。你菜园子种出的破蕈，按照你说的法子做。嗯，真香。哎，一别之后，哎，你还我两地，这什么字？你这字写的连行都没有，还不如小十一写。这种结构写的不好，要加练。本来课也就不少，你还给我加练，我知道我字丑，行吧？也不是丑，是还挺可爱的，至少比五哥写的好。那要是相比五少主写的还丑，也是不容易的。之前说你是只猫，现在真成花猫。嗯，是六少主，你刚刚就是故意的。我不是故意。你过来。我没有故意。你过来。少主累了。你这个字
写的比我倒要好些。妾本身就是少主的人，偶得少主半分神韵，也是妾侥幸得知少主的书道，连主上都赞不绝口，只要放松就会写得极好的。少主忧思是因为金川的事吗？你一个女人家竟也知道外头的事儿？妾只是听旁人说起，怕少主忧思，这才想给少主解忧。爷没有怪你，爷只是警醒你，以前方如就喜欢插手外头的事儿，锋芒太露，不知进退，全不匹配嫡长主夫人之位。妾知道了，妾以后所思所想所说都会在少主准许的范围之内的。其实让你知道也没什么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你知道金川最缺什么？金川和新川一样，都没有探矿，只能依附于代川。方如的父亲是代川最有名的矿主，只要他答应输送石炭给金川，就能抵了新川的欠款。少主是想用夫人母家的财产吗？夫人和赵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连人都是我的，他母家那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只要他们赵家继续想和我们新川做探矿的生意，就不会多说什么，至多是心里不舒服。我就让老四去游说，他惯会做安抚人情的。少主英明，明日早朝少主应尽早向主上禀报此事，主上若知晓少主为此事彻夜难眠，一定会十分高兴的。是了，只要我务正尽心，父亲就不会听那些庶子说什么高见了。我回去写几幅字让苏珊给你送过去，你啊把字练好一点，嬷嬷给分也高一些。知道了，要不是为了拿第一，谁这么用功？对，他想考第一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我去找侯夫人。这是不太重的。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别动！上官郡主，以《列女传》《聂壁传》为题，论女子之德行，你写了顶天立地、浩然正气、路见不平、行侠仗义；济川李氏，论女子之德行，你写了
女子万岁。这些孽婢传中的反面教材有何万岁的？女子之德具美矣，如善良仗义者，侠肝义胆者，内敛细腻者，团结友善者，善未分阴阳，德不论男女，当一视同仁。文末还写道：“是也非也。”是。你们几个就更绝了，白卷白卷白卷，都不想念了。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这次你们是想让李薇获得头筹，但这次的头筹不是他。不是我，我叫的白卷。是我，宋武。连嬷嬷，宋姑娘主动请缨来内院书堂休息，这次我让她也参加了考试，文章足见优秀，一来便取得了头筹。今天我便让她做你们的表率，评判你们的德行，划定赏罚。嬷嬷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要罚便罚我一人吧。嬷嬷，今日的考题是自己心中女子德行的看法，李薇直抒胸臆，不曾跑题，应何惩罚？就是呀，就是啊，郝家说的没错啊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何为女子命运共担，你们一个人德行不佳便会连累所有人。过后我会将此事上报，若各位的夫君受到川夫人的训斥，那也是各位的过错。嬷嬷，这个错是李薇他们犯的，又跟魏少主无关啊，尤其与六少主无关啊。他们今天敢违背考场考纪，明天就敢动摇新川的规矩，不可轻饶。嬷嬷，此事是我们儿戏了，余下的考试我们定当认真对待，请嬷嬷息怒。你以为认个错就算了？要不这样，如若我余下的考试门门都拿头筹，嬷嬷是否可以不要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川夫人，也免了大家的罚，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如若我有一门未中，那任凭嬷嬷处置。好啊，谅你也考不上。平日里你怎么受教的？自己的侧夫人都如此无法无天，联手舞弊顶撞嬷嬷，真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事来。义母，义母，义母不能都怪郑哥哥呀，此事分明是李薇的错，理当重罚。我看倒不如就把那李薇废了，再给郑哥哥另找一位好夫人，一劳永逸。知道了，我考虑考虑。无需考虑，我已经认定李薇是我唯一的妻子，无论好坏我都会打住。母亲不必费心。真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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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方才不是认真的吧？那李薇到底给你下什么迷魂药啊？宋武，母亲收你做义女，按照辈分你应该喊李薇一声嫂子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尊重她。陈哥哥，你从前不会这么对我的，那李薇来了之后你就变了。是你变了吧？之前还会敬称我为兄长，他来了以后你就一直咯咯咯的响。先回去。郑哥哥，天冷了，不用在这儿等我。
想跟你道歉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会被何夫人训斥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日起，我头悬梁，锥刺股，一定拔得头筹。我发誓。你我休戚已过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你不用害怕。你不是我妻？哎，我拜托刘宝全做了莲子羹，一起吃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刚刚宋武说你是认真的，什么认真的？我。不知道、啊。认真的。不错，都对了。还是少主教的好，多谢少主。我动过了。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入秋了，地窖里的莲子本来就没剩多少，刘宝全只肯做这两小碗。只是来我这里看书，为何要？为何要什么？你化妆了？哎，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你管我呢？哎，等等，过几日我同三哥去趟金川，你独自一人要小心。我把苏珊留给你，有事莫慌，叫他捎信给我。你呢，只管好好读书，拿头筹。等我回来，有话等你讲。知道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画下我的英姿。志在天下，所以我不能只顾儿女情长。你们要明白我的胸襟与格局。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，但不要太担心。你们只需静候王者归来。走。姑娘的花艺作品奢华气派，能登大雅之堂。谢谢杨嬷嬷夸奖。
郝家姑娘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。这是你设计的？嗯。哎，还要多亏宋五姑娘给我的灵感，把这些地里能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发现还蛮有趣的。认真了不少，继续保持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夸奖你了。哎，吃吗？有本事你就在这给我杵一辈子。来，三哥，试试。这管用啊？应该吧。来，来，用，还真管用哎！来来来来，吃。这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条件，太艰苦了，连个帐篷都没有，这不野人吗？这外头不比公里，你就将就一下。将就也不能这么将就吧，我以为这沿途最起码得有个客栈吧，那早知如此，这最起码带辆马车来吧，咱又不是没那条件。我告诉你，我长这么大啊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。想活命的留下买路财，不是，哎呀，你们想劫财是吧？来，你们都拿走，然后早点回去休息。开玩笑啊！这什么面孔？非常没谋面，居然有个聪明人的，这也能听听？对，哥几个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火木门师爷。谁问你了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你们几个在金川劫道多久了？哼，这样，谁把这金川山匪的情况跟我说说，我饶他一命。你来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我们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的火木门是啊。你怎么想？大哥不说，我也不说。全说，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不问我也说，我知道的不知道的我全都说。哎，老刘，你竟然会功夫啊？我这也是一知半解。一知半解。大丈夫，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，日夜可见呐。你卖主求生的家伙，自求多福吧。听说金川竞争激烈，你肯定找不到活干。哎，你跟谁学的功夫？你哪门哪派啊？啊，哎，你是不是吃过什么很多补药啊？给三哥推荐推荐啊！我也就是。
啊，我的家乡，我午夜梦回的地方，遍地都是那金钱的芬芳。节气呢？新的。这是我们最新的彩蛋。啊，这个就是他们新出的。你们说来了吗？这个就是来了。这个看着挺好的呀。哎，对，这个没错。那个，姑娘们，这也挺好吃的。姑娘们，可能你们不认识我，不重要。今天你们随便吃，随便喝，我来结账。三哥。人物交了，走吧。这么快？啥？没事，等会儿啊。本人新川三少主也拿着。站住！等我。随便吃，随便喝啊！我新川三少主，你呢？就是我。你们等我，我两位打酒言欢。什么呀？什么主意？什么呀？什么人啊？两位少主远道而来，对京川印象如何？些许夺目。哎，怎能只是些许夺目？简直是宾至如归啊，太乙老爷。三少主，这是啊，您忘记了，您夫人是我逝去母妃的二表姑，如此算来，您就是我的太乙老爷呀。啊。真的如此，那姑的女儿元英倒成了你的姨姥姥了。正是，正是啊。攀亲戚是无用的，如今限期已到，青川却未将欠款如数归还，只交来了四成，还请两位解释解释，这是何意？太乙老爷，咱们怎么也是一家子的亲戚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您看您能不能容我们缓缓？这亲戚关系八竿子打不着，硬要说的话也都是炎黄子孙呢。京川只有一条行事准则：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太乙老爷，金川主，单川突遭洪涝。新川事已元首，所以不能全数归还所欠的银两，但我们绝无赖账之意，只是希望川主能给我们一些时间进行周转。丹川有难与孤何干？孤只是要你们如数还钱罢了。我川的想法是分三批归还所欠下的债务，第一批以运至新川为债务的四成，而二三批为三成，期限为一年，此外还会追加对金川的三分利息。三分利息就想动摇我川有债必偿的原则了。在下斗胆揣测，金川主如此急迫的追债，是想充盈府库，以行剿匪。都说朝日之下无隐秘，看来新川也熟知我川的一举一动啊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入金川地界时，我与三哥遭遇了劫匪，但是无碍，我们已将人交为官府，从那里便听闻金川早有剿匪的计划，只是迟迟未曾议定，想来应该是人丁银钱不足的缘由。九川合盟，天下共生，
方有前程。我川能相助丹川，必不会对金川作弊上官。金川想派遣兵马，以助剿匪。至于这债务，还请金川主见谅。丹川洪灾严重，九载所需孤也能估算出来，想必眼下就是掏空了行川，也拿不出这许多钱了。能筹到这头批款，应该没那么容易。不怕与金川主坦言，这钱是从户政司前朝的旧账上理出来的。是啊，各川积弊呀。世家仗着公积便，总是想预支款项，而这笔钱最是难讨。不过，孤倒想听听六少主是如何做到的。这事儿与我六弟就没什么关系了，主要是我身在其中。太医老爷，你是最清楚的，我身体里有着金川的血统，是不容许我对这种事情袖手旁观的呀。记得那一日，天昏地暗。飞沙走石，我带着我六弟走在那烈烈风中，我们挨家挨户的去敲门，你是不知道那是何等的艰辛，何等的困难。主上，将兴川两位少主都安顿好了。是。好。再说下去，孤还真是撑不下去了，太困，太困。臣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债务大多是六少主讨回，三少主从旁协助罢了。六少主今日在新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大约年后就能开府上朝。年少有成啊，看来新川的局势又要有变化了。父亲，元旭，我说你啊，真该向那兴川六少主多学学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的，还不如你姐姐半个指头。好了，母亲，您看父亲总是这样说我，可姐姐到底是女人，再厉害又怎么样？最后我还是得嫁人。还敢犟嘴？旭儿说的也没有错，婴儿确实该嫁人了。主上总想着给她挑那最好的，还让婴儿称病，避开九川着选。可挑来挑去啊，女儿倒剩下了，如今也该择定良人。再拖下去，婴儿岁数大了，可真就难找人家了。九川共三条长河，皆于金川入海。吾新川水利便利，你也不知道他在金川怎么样了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少主知道您要考诗经，临行之时特意做了批注，让我给您拿过来。若杨嬷嬷出题，应有此篇。杨氏早年跟随何夫人，何夫人素习本节。侧夫人，少主对您真的是很用心呐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他自己想开府上朝。哎，你一个女眷拿不拿第一，跟少主开府上朝关系不大。他只要这次金川的任务处理得好，那川主自然会让他开府上朝的呀。那他为什么下死命令，非让我考第一啊？那还不是想……少主不让我说。但是您也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您怎么就是想不明白呀？哎呀，
余下欠款，新川定会在约定期内悉数奉还。姑相信新川，也相信六少主。多谢新川主。太医老爷，您放心吧，还有我呢。我是半个金川人，金川人做生意最讲诚信。六少主，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你。六少主今年贵庚呢？这与欠款有何干系吗？啊，与欠款无关，只不过想多了解六少主一些。哦，六少主应当还未开府上朝吧？是。那尚未即官？刚即弱冠。何时生辰？啊，恰巧是在中秋。8月15。好日子。金川主和夫人为何问我这些？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？他是我太医老爷，我是你哥，那他自然也是你太医老爷嘛，都是亲戚，问问你生辰什么的很正常。哎，我们多待一天，明日一早再走啊。晚上去金川街上逛逛，好多姑娘。不了，我今日就回。这么着急？急不可耐啊。诗文科开考。以米布有出，显赫有终为题，作赋。还真让他押中了，是大雅篇中的题。还好把整本诗心都背了。术课开考。曹夫人，要不您先回屋，一会儿少主来我再叫您。对呀、啊，我再等等吧。哎，等，再等等。少主回来了。都说了天冷，不用等。您可回来了。书考，侧夫人。没关系，就是一次书考，别沮丧。你都不知道我考第几，就安慰我。考第几都无所谓。我考了第一。头筹，少主没想到吧？真拿了头筹，太厉害了！嗯，什么呀？你说好了，先分早。给。这么多啊！回去慢慢吃。嗯，真香。走。哎，怎么买这么多？你一定想不到我怎么考的第一吧？怎么考的？一开始，严嬷嬷拿。这三少主不在的日子。惬意啊！哎，真希望他再也别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
圈之行可谓圆满，有人给倒杯热茶吗？他们一定是等我等得太辛苦，都累得睡着了。趁着晨醒大家都在，姑有事要宣布，金川倩影一事老六处理得很好，不仅筹得了第一笔款，而且说服了金川主同意分期归还，争取到了周转的时间。哦，老三也处理不少，辛苦了。儿子幸不辱命，这件事儿就暂告一段落，大家不用因为愁银而节衣缩食，不过日后还需大家勤俭度日，这样方能长久。是。老六此次贡献颇多，故决定破格准你提前开府，年后上朝。谢父亲，儿臣会努力不让父亲失望。好。父亲，六弟年纪尚轻，这么早开府恐怕不妥吧？虽有不妥，但老六立下大功，理应褒奖。他有今日之计，当然是几位兄长提点相助的缘故，等开府以后，嫡长主再好好的教导他吧。是。老六，你暂留一下，其他人都退下吧。是。马上要春节了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啊，年后择吉日搬入新府，等到二月初一正式上朝才知道给你派什么职位合适。是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这里也没有外人。儿子却有一事相求，这开府事情繁琐，需要一位女主人操持内务，打理大小事宜，所以我想立姬川李氏为夫人。老六啊，你需要女主人是没错，可这李薇，这要是刚进宫时的李薇，那确实不合适。但她现在改变很大，还拿了内院书考的头筹，还望父亲准允。确有此事。回主上，李氏确实在内院书堂考得极好。嗯，哎，既如此，那你就和李薇一起准备开府事宜吧。谢父亲。退下吧。是。上主，侧夫人。这是。走啊，进去瞧瞧。好大的院子呀！主上新赐的府邸。是啊，
恭喜少主。入山一天下旨，明年开府以后，这所院子就属于我们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们这间呢，就作为书房，侧院就留给宋武。走，带你去后院瞧瞧。这院子不像是新穿的，倒像是季穿的。那就对喽。这院子看着可真是别致，到时候可以放些花花草草的，看着也热闹些。好，那就按你的意思了。这后边还有这么大块地呢，那个亭子可以做娱乐之用，这些道路上也可以多一些灯，晚上的时候更明亮一些。那可否请你多留一些时日，帮我修缮内院？那我就大发慈悲，在走之前帮你修缮修缮。这府邸还没有名字，帮我起一个吧。我又管修缮，又起名字，你新夫人来了之后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没关系，一起吧。叫静园可好？你送我的诗经中圈了《百州》这一首，里面有写“静言思之”，和你很相称。我心匪时不合转也，我心匪兮不合卷也，就叫静园吧。何夫人呐，您怎么就是不开窍呢？您怎么还往少主身上扎刀子呢？没有什么新夫人，那少主是想改立您为夫人。为何？为何？那不是因为少主听说你们季川女子成为侧室会被人诟病吗？少主可是一直都在为您着想啊，您就是非要回去，他也想保您周全，他即便是再舍不得，也不会勉强让您留下来啊。你说这个内院用您修缮吗？啊，我也能干呐，还让您给起名字，那少主自己不会起吗？您再好好看看这个院子呀，您再看，您看看这个院子呀，为什么找一个跟季川一样的院子？为什么？你说他少主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？啊！因为他喜欢你呀，他是真的喜欢你，急死我了，侧夫人你，哎呦，我的少主，哎呦！少主怕您劳累，给您画了一张图，让您参考。哦，真是他画的啊！少主还真是懂侧夫人啊，这图上画的和您布置的还真是八九不离十啊。画的还挺细致。侧夫人，您别怪小人多嘴啊，我们可看得明白，少主其实心里啊。有您，少主最近是有些古怪，那是因为他想让您在意他。你去跟少主说，说我要找他商量百福狗窝的事情。
好嘞，侧夫人，您这话一说，我估计少主心里连百步狗窝长啥样都想好了。他才不会呢。你就让白福住这种屋子啊？下次一定要给你做个木屐了，免得你走路再没事儿。少主做事就是周全，不过这个也太奢华了吧。狗是狼变的，狼是穴居动物，你这屋门大敞的，百福是不会进去住的。再加一个门，还有这个屋顶是可以掀开的，以便清理狗窝。还得交代工人，这个狗屋的底层一定要清理干净之后再上漆，不然里面的毛刺是会扎到白福的肉垫的。好了，确实不错。还要多谢你愿意打点园子。少主，不生我气了？我从来也没有生你气啊。我还有事，先走。少主。你让我在学堂拿头筹，不是为了开府吧？唯有如此，我才能把你立为夫人。这之后肯定会有更好的。不会再有了，世人认为我喜欢的都不是我这些。